有一个人在车上大吃大喝，旁若无人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的肚子好，我痛。什么？听不见？我说我的肚子好痛哦啊！老王，停车啦，他要下去方便了。对不起，请问有没有卫生纸？没有。这样吧，你先用手指刮干净，再捡两个石头回来。他依照车长小姐的指示，用手指处理后，捡了两颗石头。现在怎么办？拿过来。哪只手指？这只。